三个人要干到台东，我们只睡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好，我比你们好一点，大概睡两个多小时。我看一下最早睡，可以一躺下去秒睡。干神经病啊！上一次我环岛已经只睡两个小时，那今天我还不睡多一点？哎，你们骑的车都那么快、欸？看我这六百，对啊，650呢。他都75匹马力啊，谁知道你们等下出去又不用冲的、啊？不会啊，不用冲的，骑车是非常安全，车速不超过100。哇，你的好吵哦 ！Hello， 大家好，子恩，欢迎来到很久没有拍的骑车日志啊。那环岛旅途终于在这吵死的又扰民的早晨揭开了序幕。那今天的行程呢，对他们两个来讲非常的硬哦。因为我们要从新北的汐止一路杀到台东的市区，大约344公里，那这也是3天2夜里面最长的一段旅途哦。那为什么我会说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呢？因为我今天骑的是朋友的 CBR60R， 那肯定会有人问，哎，怎么不是骑小橘？那关于这个问题，下次我会在 CBR650R 介绍片为大家解答。好了，那我们到加油站了。那由于我前一天又加满油了，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等他们加油。那在这段期间呢，跟大家预告一下，等等的旅行虽然是三个人的，但基本上只会有我一个人的画面，因为他们咻一下就不见了，我也没有办法啊。那加满油之后，我们正式开始了这趟我被海放的行程。那等一下我们就在下一个休息点再见吧。你该不会已经关电门滑过去了？干很屌哎、欸！刚一瞬间你们的声音就不见了。那我觉得这一趟旅程哦，我会很像一个人在环岛。敢笑死人啊！干！好啊，那现在我们在北宜，那现在是早上应该7:20左右。小 case 可以啊，小 case 可以。腰还没开始痛，腰还没开始痛，我手开始痛。啊，没有，没问题啊。没戴手套，当然有啊，累。没关系，我太懒。体重好爱，好硬，体重啊，对，怎么体重压在这样？重刹车100公斤的体重压在，给我单单车，天啊！看到我不要刷我，看到你不要刷你，我他叫你不要刷、啊，我不要刷他，你们不刷我就不错，我不要刷，我被干起啊！不是一边干，车的问题。哦，车的问题吗？车的问题，哦、没有呢，我觉得不是呢。我刚刚沿路都大概40到60在跑而已。挡、车比我还熟。按、你们刚刚多少在骑啊？我60啊。放屁！那在我们一阵干话的过程中呢，发现越来越多人来这边休息了，所以意识到时间不知不觉过了快20分钟，于是我们又踏上这趟我被海放之旅啊。虽然说是被海放，不过也才刚开始而已。我这样讲其实不是讲我后面会海放他们，而是你们会慢慢发现我骑驴跑跟他们骑仿赛疲劳程度到底差多少。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看下去吧。终于到了，我们预计这个到台东了，大概是晚上9点。要拖多久？这种地方休息拖那么久才痛苦。9点，然后直接找地方住。哎，我们连地方都没有找。
我现在对我晚上住哪里感到担心。怕也怕，不会让我没地方住。你是不太相信他？对，我也不相信。我从他早上开始没电，我就开始不太相信。干，我也要地方住、啊。他刚刚手一堆东西都没带，什么行动充没带，线没带，出个门包包脱下来是八次吧。哇靠！提半个小时，休息一个小时，这是一个正常发挥。正常发挥，正常发挥。你们骑那么快，我觉得等一下就不要休息，你们等一下一路骑骑到那边再休息，会断，要会断吗？到底为什么不骑橘色的？不要不要，为了我腰着想，天气热死了，敢穿这个你受得了？还好，而且那台车引擎也不烫，你知道吗？哦，沿路在冒热气，我在沿路看风景，慢慢骑。好险，好好，我们刚刚只看了一下风景，哇哦！然后就遇到阿嬷，看到阿嬷，看到阿嬷，风景我是没看到了。才刚下北宜，他们的腰跟屁股就开始酸痛了，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那刚刚提到的阿嬷呢，是他们在九弯十八拐的时候，突然有个阿嬷从对向不要命的往他们那边冲。不过这也显示车少的地方还是要提防三宝出没啊。那红林刚刚也很好奇，我这样穿不热吗？那我想你们看到这画面应该也觉得，哇靠，大太阳还穿这样，神经病啊！那身为307P 的代言人，这时候就是要推广我们家夏季防摔外套啦。那你们不要看它这好像很厚，那其实里面都是用大面积的透气网布做成的，所以在骑乘的时候，它很容易就把热风给带出去。而且它的口袋又多又很大，在平时旅行或是轻装骑车的时候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满分十分，我会给它九分。OK， 回归主题，那这次的旅游呢，真的非常随性哦。刚刚你们也听到了，我们房间没有订，那其实连地图的路线规划呢，什么都没有做啊。所以我们在宜兰的时候是凭直觉跟告示牌在找路。要去苏花公路的路其实不难找，但要让三个没做功课就跑出门的路痴找到，还真的有点困难。下场就是你们看到这样，明明就一条路就可以到，可是我们却在人家的巷弄里面穿梭，甚至到了平常不会走的乡间小径。好不容易看到环岛一号线的告示牌，于是在红灯期间讨论一下该往哪里走，我们就顺顺的骑，不断的骑，凭直觉的骑，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我发现这是我们被开单的地方，也就是苏花改的入口，所以我们又绕回去找寻往苏花改的那条路。正准备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脑袋突然有一根筋接起来了，想起苏花公路要怎么走。左转啊，左转啦、啊，往市区走啦、啊，往市区走啊。然后等一下左边有个地方上去，可以到那个苏花改，是不是苏花改？是苏花。现在十点十分，大家在那边休息，爽不爽？爽啊！你再继续骑。苏花真好骑，两岸都是直线的。啊，上次好不好骑？上次不好骑，上次那就不好玩。等下吃完东西之后就要继续上路，然后到花莲，我们才要决定台东要住哪。而且台东那么大，我们要吃完台东头，还台东中，还台东尾。台东尾啊！反正我们这些沙澳垦丁住海里。那我们要绕下去再勾起来吗？它在恒春的上面呢。那我明天要在哪里？恒春吗？下班的脸完全没有痛苦的感觉，我一跨上去我就感到痛苦。
啊，这还是怎样？A few moments later. 他是没电。啊？还没电。刚这段是没有打算拍啊，因为想要刚才骑一下，又跑来这边休息，然后我们现在要才过一小段，大概几十公里不到，三十公里应该也没有啊。然后我们就跑来这边休息，然后休息之后，我们刚刚看了一下，他说他要到台东县，然后我们再看要住哪之后，就发现哎，我们到台东县市区的话，我们还有208公里 ，Google 写4个小时才会到。4个小时啊！我们骑到现在有700吗？一定有。那好像也还好，小 case。我小 case 啊，我到现在都没事啊。我第一开始出手开始痛，我手已经麻到这里。真假？超级痛，我手现在才这一段，所以我刚刚洗酒一样，干我这里。哦，我没有骑小橘是对的。啊，等一下，不知道他们要在哪休息，因为照这个态势来看，等一下大概20公里休息，再骑10公里停一下。哎、欸，靠背哦、喔，那也是那个哎、欸，苏花改不是？这苏花改吗？哎，先停路边，先停路边。哎、欸，这里让我们从这里绕出去啊！哇，应该有很多人都这样缴了那个冤枉钱吧？这个有快3公里耶、欸！我们来看一下，这样要多久、哦？人家报复性旅游嘛，我看我们这出来之后，他会报复性推油门哦。哦，感动也结束了。哇，干！我耳机就听到你们在灌油门的声音。哎，95加满，谢谢。好，这样就好了，谢谢。124加一，317块。哇，你加那么多？600。我加到满也才290。我加满才224。我在破车烂车。哦，街跑就是舒服。加油以后才发现 R6 真的是吃油怪， CBR 1000大爆啊也没有加到那么多钱，何况是在 CBR600R， 相较之下真的很省油的。不过我相信吃油程度还是取决于自己的右手，所以你们知道的，嘿嘿。那么过了宜兰之后呢，一路都非常的顺遂，直到我们到花莲就碰到了迷路的问题。那这次我们是要找到台西的海鲜，慢慢往台东移动，没想到我们又在花莲这边走到人家的乡间小径啊。对啊，等一下我们在前面一点，然后往左转，有一个路，有一条路可以直接到海边，芝卡轩大道三段。我们现在在番薯寮休息区，那这边是在东海岸的路上。那刚刚呢，他们是在前面一个转角等我，
然后他们偶然间看到这里好像有卖冰品跟咖啡，然后因为真的没有便利商店，刚找过真的是附近没有便利商店，我们就跑过来这边，就发现这边跟我们天堂，哇，里面的人气有够爽的。那我们吹完冷气、吃完冰之后，已经过了将近快一个小时了。我以为我们接下来休息的地方可能会在北回归线界标，但我没想到是我们骑不到二十公里，结果他们就在一间 Seven Eleven 又停下来了。话不要说太长，再跑一百公里吗？好痛啊！跑了十公里，跑不了。我刚刚跑，如果路都平了是可以。但那个裤衩，我的屁股就已经不行了。我回去什么感受都不敢，我先包坐垫。敢我也要包吗？包了比油箱还高呀！我超厚。不得不说，在高专注的情况下骑车，真的比运动还要容易饿啊！刚才在上个休息区吃完东西，现在马上又饿了。那我们吃饱喝足，讲完干话之后呢，我们又朝着我们的目标北回归线界标前进。虽然大概只有二十公里啦，不过我觉得这段的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哦，终于要出发了！刚刚的天气还不错，现在变成这个暗暗的天了。我们刚刚从4:20到这边，现在已经6:10了，就知道我们聊了多久。因为这边的天气真的太爽啦、啊！因为他订房间订太早，所以我们现在逼不得上路，不然还想再多坐一会儿。而且刚还记错人家那个民宿了。9:00哦，现在6:00。OK 啊，还有大概2个小时，不到100公里啊，其实很快、欸。你看我们刚骑20公里，骑多快、欸真，真的不能再休息哦。那是跟你们讲，不是跟我讲。真的不能再休息，我妈跟你一起去叫我的屁股撑着，把屎快炸出来，还是要撑着加腿。Something to hold on to, gotta find it first. But here I am, 'cause I've been laying under palm trees, waiting for the summer, knowing there's nowhere to go. 'Cause I am happy on this island, wanna be my fun land. I don't ever want to leave.到这间加油站，我并没有加油，因为当时油表还有4格，这表示这台车真的在4缸车里面算是非常省油啊。那天空从前面的明亮到现在的昏暗，虽然民宿的旅程只剩下不到50公里，但这一小段路却是不习惯夜骑的我感到最吃力的一段路。尤其这时候又是累积了一整天的疲劳，所以这时候会感到格外的疲累。看着路上的红绿灯、住宅、商店逐渐的变多，才意识到我们已经来到了市区。最后，我们还是平安抵达第一天的民宿。夜市很棒。啊，对。那我们的最好先收点钱，那9:00之后等你们关起来，好，从侧门进出。OK。侧门。哦，感觉有电梯哦。
电梯怎么感觉有点可怕？会死，干两天再起真的会死。我们下次五天呐、啊，有药就五天。对，没有五天我不赚钱。干娘，干。三天是沙小。哦，感谢上帝啊，感谢妈祖。好，我刚刚洗完澡，然后我们刚刚订了麦当劳。讲到麦当劳，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刚刚在骑车的时候，我们几个在骑车的过程闻到麦当劳的味道，而且很神奇的是，那边都没有店家，那边只有树林跟海，就是一直有麦当劳的味道。你好，生病的人。好，大家其实都很累啊，他们两个都睡一个多小时啊，我今天睡两个多小时，所以他们到这边洗完澡就是倒头就睡啊。少爷，你要不要起来吃啊？又来了，还在地上。吃早餐，那刚刚发现一件事情哦，刚刚叫了这些东西哦，那我点的是这个11号餐，还有猪肉拌面，就11号餐的主餐没有寄过来哦，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好，那等一下我们要开始骑车，那骑车等一下应该会往南回改走，因为南回改试办那个重机嘛，对不对？目前好像没有人拍过哦。嗯，好，没人拍过。那我们大家就去试一下，那走南回改我们就不会绕到垦丁那一块，会直接从下面有一张切过去，然后接到另一边的恒春嘛。没错。那今天就是少了垦丁那一段，所以等一下不会过垦丁。对，不会过垦丁。你很期待吗？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环岛日志第二天哦。哦，你们刚刚见识到他们排气管的威力，真是有够吵啊！现场听更大声哦，真的是王八蛋。好啦，那这一天呢是第二天，我们一样没有任何的安排，连要去高雄还是台南都没有决定好。那这也意味着我们房间也是要到某个休息点才会定。没错，我们就这么 free， 这也是骑车好玩的乐趣。那话不多说，我们先去加个油，直接开始今天的旅途吧。在沿途欣赏美景，一边想他们到底跑多远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们停在路边。我以为他们是在等我，结果原来是胖子衔接排气管弹簧喷掉了。那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他们决定去下面的金轮村找车行帮忙。那因为我骑车比较慢的关系，所以我就先行出发啦。到第一个休息点，那我们大概在这边休息了40分钟。那因为今天真的很热，而且我们是在正中午出门的，所以我们就在里面吹个冷气，等太阳变小，补充一下水分。
那也在这边跟一位爸爸聊得很开心。那他带了两位儿子骑脚踏车环岛七天，我想他儿子们这辈子应该不会忘记这一次环岛的过程吧。那一番休息之后，我们终于要上路离开台东啦。那这趟呢，我们要直接穿过南回改到达屏东。那顺便来看看开放南回改之后会是一个多么便利的事情。哇塞，法拉利车队，哇，太屌了吧，感太壮观了。哇靠，太正点了吧。哇操，这里还有啊，到底几台啊，这里还有玛莎拉蒂修旅车。你们现在休息了吗？你们在南回改？你们直接上去啊？哇，见证路权的时候终于到了，是不是？哇，有很多车哎，这里。哎，有摩托车骑上来。他先回不去，有点尴尬。哇，上南回公路骑很久，还有那个区间测速，我们今天来走一下南回改。哇，南回隧道，我才刚到而已。你们已经下了。真假靠呗，干这一个，这边有4600公尺，然后苏花改才3000出而已哦。走了南回改之后，真的觉得路途短了许多，而且方便不少。那在这4.6公里的隧道内，我也没有窒息，也没有感觉到缺氧，感受到的只有爽还有便利。要是苏花改也能试办进而开放的话，我相信对一些想环岛或是只能骑车在北部东部两边跑的朋友们一定更加实用，尤其是遇到变天的时候。去年冬天我跟红林环岛时，我们正在走苏花那段的时候，刚好是晚上又碰上暴雨，当时又湿又冷，视线又差的情况下，我们还误入了苏花改。一开始想说啊，错赛要被罚钱，但进去之后我们才发现会少走一大段路，而且里面温暖，视线良好，而且很安全。虽然出来之后被罚了900，但我跟红姨真的不后悔，毕竟我觉得这是跟我们人身安全有关系，900真的不算什么。好啦，那在我刚进到隧道前哦，他们早就已经到休息的地方在等我啦。那我们接下来就往他们的方向前进吧。哇，520，终于啊，你们骑太快了。啊，有没有从我的语气中听到我的无奈？我让这两位叔哥等了将近快20分钟，真的觉得有点拍摄啦。不过我得没干起来咩。好啊，那到了这便利商店也大概下午3点了，不得不说真的很饿啦，所以大家都是在补充一些能量。那我也不得不说，我现在吃的这个冷面哦，我真的觉得不是很好吃啊。那有机会我再拍这个介绍给大家看，毕竟也很久没拍 Seven 的东西了。那我们在这边休息的过程呢，也在这订了房间。最后我们的决定不是去台南，而是去高雄，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可以比较快到达休息地点。那休息完之后大概是4:10，那这一趟到民宿的行程其实还蛮硬的，因为我们6:00就要 check in。所以这表示我们在中间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所以这次不得不快点出发啦。
哟，终于见到高雄啦！那这也是第二天旅途最后一段行程，那也是我认为最最最痛苦的环节啊！因为你们看，这红绿灯还有相机，真的是比台北还要多更多，而且秒数又很长。像我现在刚下桥而已，我已经碰到四个长时间的红灯啦。何况这里还不是市区，所以下桥后短短不到25公里的旅途，我们在高雄骑了将近1个多小时，才抵达我们的民宿啊。北西哦，干，终于到高雄了。我们住爱河旁边，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栋啊？因为刚刚跑去问另外一栋，结果发现不是那一栋，虽然名字都一样。累死。今天是下午6点。今天下午6点，那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应该去外面找吃的，真的太累了。哇，今天住这么好的地方，几楼啊？13。啊？13楼。累。这绿光太可怕了，我们那个鬼故事破坏气氛。8:01 PM。3、2，可以拍吗？好，还有3、2。环岛最后一天，有必要这样折磨自己吗？刚才雨太大了吧？现在最后一天早上，这个人很衰啊，刚刚上厕所的时候他就哀哀叫了，就刚刚测试一下记忆卡，发现记忆卡坏掉了，坏了，死亡。那是什么时候的答案？昨天的，昨天的啊，全掰啊，哇，真的 GG、都不见了，都不见了，好险你不用拍这种东西，好险，希望以后不要，你当你的车行老板就好。这样就当这种东西还要承受这种记忆卡坏掉跟没电的压力，我以后帮你备八台。八台，你有人在录心酸，有种就没台到坏掉。靠背。Hello， 大家好，真欢迎来到今天的骑车日志环岛最后一天。那相信各位观众在之前就知道红莲记忆卡坏啦、所以他第二、第三天的答案都消失了。那我第三天也因为记忆卡快爆满的关系，所以素材拍的特别少啦。何况我们最后一天的路线就是西滨还是他妈西滨，所以我只有简单记录一下，因为西滨再怎么跑就是那个样子。那这时候就会有人想啦，这么简单的路一直线，你们是怎么样从白天跑到晚上才到台北的？没错，这就是今天这集的重点啦。不过重点当然是要留在后面，首先我们要先去南部才有单单填饱肚子啦。看，我刚吃完我的套餐之后，这个胖子、看起来很会吃哦。就他吃完他的一小份套餐之后，他的鸡腿跟这个汉堡都不吃了。我还是有吃完我的套餐。你点的东西都会超点，然后吃都不是我你在吃，所以早餐也是。这是一种爽感。爽感。没错。你说付钱的爽感。没错。你付的爽，我是吃的爽啊。那我们刚吃饱之后，我们就来到距离单单20公里远的加油站，让车也填饱肚子，好让我们等下行程可以顺顺利利的出发。
OK， 那你们不要看我刚刚那样骑，好像很快，我也是确认周围不会有车跟人冲出来才这样骑的。不过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没有到红灯的时候完全看不到他们两个，所以你们就知道他们两个，嘿嘿嘿嘿。那很快的，我们马上就到了第一个休息点了。那时候听到胖子说他想把零钱花掉，所以我就请他帮我买一罐速跑，没想到他给我买一个超大罐。好险当时真的很渴，我没两下就把它给灌完了，要不然我们不知道在这边要坐多久，或许这是他们想要休息的阴谋吧。那么稍作休息之后，现在又要上路啦。借我过一下，谢谢。你很自然的接受，叫你阿布哟。我觉得这元真，我以前小时候就被叫过，我觉得还好。我以前叫阿布，妈的，后面真的肥，干的。那我们在这间店休息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然后还吃了一些东西。那因为当时很累，然后大家又聊天聊得很开心，就没有特别拍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从台南七股上西滨，一路到下一个休息点，这也是这趟旅途真正的开始啊。现在到云林的口湖乡了，那刚刚这两个人咻一下人就不见了。那我今天看了很多留言啊，很多人都说我骑小橘就不会被放掉。我跟你讲，不是车的问题哦，是人的问题啊，好不好？你看我骑什么车都会被他们放掉，这不是在开玩笑。这两个咻一下就不去啊。刚刚说多少定速啊？哈，60吧，20哦。那我大概只有5而已哦。如果照那个比例来看，不要再。不要再害了！哇，现在天气很好哎，真香啊！讲完干话，吃饱喝足后，我们又踏上我们的西滨之旅啦。那这时候天空不得不说啊，真的是很漂亮。那正当我们已经上了高架桥，而且我们又骑了15分钟之后。突然间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上面的告示牌是往嘉义布袋？那好险前面刚好有交流道，所以我们马上就绕下去，重新前往我们北上的路啊。Taste the sweet perfume of the mountain grass I rolled down. I was younger then. Take me back to when I found my heart broken here. Met friends and loved them through the years. And I've not seen the roaring fields in so long. I know.哦，从西滨下来，现在我们到鹿港，累不累啊？啊，累不累？我还好、啊。你还好？啊，我在骑行瘦，我全程趴车这样，没有风。那250，骑起来蛮轻松的。250很轻松。没有啊，大概就高中就是快速道路的限速。哦，太高。哦，好。你刚刚是不是想说溜？八十。
啊啊！你看起来算了，你的脸看起来就很累。我那个我骑很慢，然后那个风直吹。哦，你不是说你的肉还是噗？那个那时速60，它就会噗。哦，欸、偏心族那啊跳哎、欸。我们停的每一站，是很多人跟我们拍照。哈哈哈哈哈！我已经想说，这里那个产业道路，应该是不会有人过来。我道路偏乡的，超级偏乡。那我根本不太会有人去，四周都是田的那种地方。然后突然就，然后奇怪，巷子里面的也是。对。他拍一个照片，他马上就知道哦，这个田是哪里。对。一号点马上过来，尤其早上那个，我只是拍一个那个车子的照片而已。对，我们住的地方。然后有观众从早上6:30等到我们12:00准备出门，才拍照。由上往下这样拍。对。然后观众就在下面从6:00等到我们退吧。他们是把我们当周杰伦的。2 hours later， 现在真的超过2小时，我们7:05到这个地方，应该说我7:05，他们可能更久。那。我们因为是灌水，我们做到9:00，现在几分？看一下，9:25。现在已经9:20，我在这边坐2小时20分钟，就是为了这灌水，因为这王八蛋买了一罐这么大罐水。他是叫我买一个水。对。我就想说，大家都喝，就买一个便宜又很大。上一个 seven 的时候，我买那一罐水。对，刚好。妈的，这大小。他也才多200而已。我问你哦，这。2.2公升里面，我觉得我喝了应该有1.5公升。没有，我刚刚喝了很多，我至少有600，他100。我跟你讲，刚刚这么多水都是我喝的。我刚好喝了这么多，而且我在喝之前我还喝了一杯咖啡，这么大杯咖啡。那个不在我的 range 内，而且咖啡又利尿，你知道吗？我已经跑了几次厕所，我在这边已经跑了4次厕所。我们等一下还要再跑一次。这聊天的期间，等等我们就要准备出发了。我预计大概在10分钟。刚刚才在讲说什么，大概10分钟后。我现在10:00，我们在这边搭了大概3个小时，现在加完油，准备等下可能要杀到新竹甚至北部，因为彭林明天还要去比赛，他凌晨4:00还要再开小货车到台南安定，真的够屌。好啊，大家加油，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加油，再撑满。四缸车来讲蛮省油的，95加满，谢谢。哇，上来这边区间车速8900多公尺啊，谁受得了？我真的觉得区间测速放在快速道路上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会报复性吹油啦。感觉电镀片真的太暗了，我不行，我要掀开来。感觉汽车都不怕被拍，是不是？区间测速终点。OK， 我知道这看起来有点 over 了。那大家想想，推动区间测速的张先生说过，区间测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快的通过，不是为了取缔而取缔。但这样真的可以让大家更快速的通过吗？画面上是因为当时没什么车，还可以顺顺的保持在限速上通过。那车多的情况呢？因为限速的关系，大家都慢下来嘛。那也会有人因为被拍，所以会开的比那个限速还要再更慢，10到20左右。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区间，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应该都是报复性的催油门。那这样真的有比较安全吗？还是会更危险呢？不知道各位观众想法如何，很欢迎大家在留言处提出来一起讨论。刚刚经历了1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到竹北，然后刚刚这家伙咻下人就不见了，在这边抽了好几根烟才碰到我们，是等到你们。对，等到我们。刚刚我们两个在后面的遇到一台很机歪大卡车，哇，逼我们车 ZF86， 贴超贴超近的车牌 ZF86， 他妈想把我们卷进他的轮下。刚刚那个贴的距离大概就是红林跟我这台车的距离而已，这么近，超扯。那时候红林一直跟我说要小心要小心，我以为他在讲我旁边的修理车，
我想说要小心沙小，就刚讲完而已，就突然嗡，然后我差点被吸进去。妈的，超可怕！干，超鸡歪的。你再说一次，车牌是什么 ？ZF86。这好像是送水管的那个公司。我不知道。妈太肥了。哇，别看我跟红林那么气，真的是快吓死了。可惜当时没有在拍摄，不然真的要剪出来给大家看。那时候大卡车开得超快，而且经过的时候会有一种往内吸的风压，当下真是冒冷汗，还以为完蛋。所以不管走路、骑车、开车都要小心大卡车。那我跟你们继续骑吗？干，这阿伯好屌哦！你们刚有看到一个阿伯没有挂牌吗？干，超屌了！哦，干，终于到巴黎了。你要不要讲一下刚刚你们在笑什么？你还是你来讲啊？我今天飞走了。刚开始太黑了，我把它掀起来，掀起来之后呢，旁边呢突然就掉下来了，掉下去开始哒哒哒哒哒，然后我就想办法。要把它扣回去，然后呢？他就切到我右边，我往右边一看，他就，妈的，我好像骑到他右边，原因我又怕他镜片飞掉，妈打到我，看那一点痛，我他妈直接空了，靠呗，然后下一个我还变孙悟空了，没意外的话，下一个用手机拍的画面应该是在车行，对，在他们车行。终于回来汐止了，好，这样旅途蛮累，今天真的花了好多时间在骑之前，骑到丹丹都快熟了，哇，这是环岛旅途，不知道该怎么讲，很惬意也很累，那这是第一次骑这种街跑大车，其实我自己还蛮满意的，没意外的话之后应该会收 CBR650R 啦。因为小菊跑车真的是让我的腰很痛，好险我这次真没有骑，不要再说骑跑车就可以跑赢他们了，没有，我就算骑再怎么好的车我都跑不赢他们，因为我被干卡。那喜欢影片的话帮一下喜欢分享以及订阅啊，这是很好有够累，影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剪好，大家先见，拜拜。